好，报告委员会，我们出席委员已达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一，本年第九届地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业经提报本年第九届地会期第二次会议报告决定专案通过专案。二，宣读第九届地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委员陈天辉，二号委员黄国书，三号委员张廖万坚，四号委员苏巧慧，五号委员吴思瑶，六号委员钟嘉宾，七号委员李丽芬，八号委员蔡培慧，九号委员蒋乃馨，十号委员陈学圣，十一号委员柯志恩，十二号委员洪慈庸，十三号委员高建树美。宣读完毕。好，现在进行选举事项，选举本会期的召集委员。依招委选举办法规定，以无记名单计法进行票选。今天的投票截止时间为上午十二时，若提早投票完毕，就及早进行开票作业。那我们现在请委员会同仁开始互推，发票员、唱票员是一名，计票员、监票员是一名，所以要推派两名来。请大家推派。好，钟嘉宾是发票员跟唱票员 ，OK？ 这位妇女同胞服务，对啊。那另外一位陈真，另外一位男性来担任这个服务工作，还是来计票员、监票员，请推派。对，可以啊，还是国民党。好啊，有没有他党委员想要担任，以求公平？对啊，没有关系。那那个高金委员有没有关系？好，那这服务工作由巧慧委员来担任计票员跟监票员。好，所以呢，就是委员会决定由钟嘉宾委员担任发票员兼唱票员，苏巧慧委员担任计票员兼监票员。好。那现在请监票员检验票轨及粘贴封条。请苏小慧委员去，劳烦您检验一下票轨跟粘贴封条。好。每次看到这都觉得我们都要用这种历史箱子，这用了几十年了。五十年就变成文物了。好，谢谢巧慧委员。现在粘贴。好，谢谢，确认完全哈。接下来请发票员及监票员就位。现在开始进行投票，请各委员可以上前来领票及投票，谢谢。
要写一下。好，所有委员均已投票完毕，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开票的程序。有请唱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请就位。有请钟嘉宾委员跟苏巧慧委员。好，现在宣读投票结果，发出票数13票，开出票数13票，有效票数13票，无效票数0票，剩余票数0票。好，那各委员的得票数如下：吴委员思瑶5票，钟委员嘉宾4票，柯委员智恩4票。选举结果，吴委员思瑶当选第立法院第9届第5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吴思瑶当选了，谢谢。那钟委员嘉宾与柯委员智恩得票数相同，请两位委员要进行抽签。那我们先抽出顺序，再抽出招委的当选人，请议事人员准备签条。好，再签啊。先抽顺序，再现在是抽顺序。先抽顺序请空起来，空起来，好不好？圈叉好了，圈叉了，圈叉了，不要了，一跟二了。
老年反应是一跟二没有到全面差的，差很难，差很不好看。好，对不起。然后换一下，不要老年差不好看。那个是差不好看。好，换一下，差真的不好看。一二吗？一二，换两个新的圈来写一和二，差不多到他们的人。不然就一个圈。你们有当好几位大哥那个喷口罩，不要让用用一个圈代表。没关系，真正真正，我圈嘛圈嘛，圈嘛就一个圈，不要说加一个圈呐、啊，抽到圈的人就是另外一个圈呐、啊，好不好？抽到圈就是圆满的，对吧？啊，没有圈，好，大家好，啊，这个借我抽到这个圈圈的是可以的 ，OK， 没问题。啊，这个空白的星球的是 ，OK， 好，全部紧张的，不要排队。好了，咱们两个球在一起，加油，加油。啊！我错预备的很准，好吗？好吗？好吗？谢谢客，谢谢客，有老高可以进来了，他没有进来是对的，没问题，恭喜啊！就抽签结果，中嘉立委当选。抽签结果。好，抽签结果由中委员嘉宾当选，所以第九会期，第九届第五会期教育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分别为吴委员思瑶以及中委员嘉宾。好，今日议程已进行完毕，现在散会，耶！那你决定了，部分你决定了。